套路，就是依据五行、十二行基本诠释，有目的、有选择的编排而成的练功诠释，有的还增加了一些。
套路，就是依据
套路。
安启邦，55岁，山西太谷人，其师吴志。孟庆征，48岁，山西太谷人，其师武世杰。吴秀峰，63岁，山西太谷人。
就是依据五行。